8GKUI 19系统，吉利博越 PRO 9.88万元起售。9月5日，成都车展首日，吉利博越 PRO 正式上市。此次吉利博越 PRO 共推出6款车型，搭载 1.5T 与 1.8T 2款发动机，官方指导售价为9.88万元负15.68万元。配置方面，博越 PRO 搭载的 L2 级智能辅助驾驶系统，拥有近20项功能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博越 PRO 还搭载了吉利 GKUI 19智能系统，该系统犹如一部车载智能手机，具有语音控制、导航、搜索、查询、打电话、开启天窗等功能。此外，吉利博越 PRO 可以实现万物互联，所以家里的智能家电也可以通过吉利博越 PRO 进行控制，只需发出语音指令就可以远程打开家中的智能家电。